过年呢就是疯狂遛妈妈的行程，带着我妈还有外面的阿姨要去台北四处走走咯。你做工咧，翕起安怎？真水啊！有水吼、哦。嗯。你后壁规片拢是花。帮我夹吧，哇、嗯！哎，夹吧，哎、你还要喝饮料吗？嗯、你还要喝饮料吗？喝不来。来，哎，徐徐来找，走。现在呢，在动物园捷运站里面，等等。要去搭缆车，先去指南宫。
在来到猫空咯，要来这里走步道跟吃午餐。白师傅吊桥附近走走，等等要去采草莓。我们现在呢在白师傅吊桥上，来的时候有点下雨，所以我们就在雨下散步。我们拿一个就好了啊。你眼镜要不要先收起来？你要看到草莓的，对。好，我妈现在是草莓狩猎者，一副要把整条的草莓都给捡回家的样子，只要看到够大够漂亮的她都想捡。现在老板呢疯狂的指引大草莓的位置给我妈。
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